给带大家我的菜园看一下，我这边在干什么？其实这边不是主要在种菜，暂时不是，因为我把菜种在这里呢，都受到了这个有一种动物叫镍给，把我的那个 broccoli 全吃了，现在就改种那个葱，有葱种的还是 OK 的。那这边我主要是把土挖出来呢，然后种这个，不是种，就是把所有的厨余啊什么的，把它填进去，然后做堆肥啊。这边一个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都是挖出来。那像这个是我堆肥的时候有那个美容的种子啊，哈密瓜的种子，它就自己长出来。不，你看大家这边啊，都有被说。虫或动物吃，把它叶子吃掉。我们这边就是有那个蚁罐呢，OK，它会吃这些嫩叶，所以基本上也很难长。然后长的美肉呢，可能因为这边我没有围起来嘛，就会有那个镍给啊这种野生动物把它吃掉。所以暂时我这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就是在改良我的这边的土壤啊，做堆肥。堆肥，其实也很简单啊，就是说也没想太多，反正就试试看啊，把挖个土，那就把东西填进去，就不管它了。那效果也啊，对，我是用 Bokashi 的那个，我是有放那个 Bokashi 的那个 EM 菌啊，那效果是还是不错的，因为我之前是用这个在桶子这边做堆肥，但觉得。之后还要把它再搬过去，也是很麻烦搬过去这边堆肥完之后，又要把它放到土里，干脆直接就栽在土里算了。那有时候自己挖，有时候我就请找我们家的工人帮我挖土，然后就这样分批啊，给每个礼拜这样挖，这样一直往前挖。然后这边挖完之后呢，我前面再挖，那我这边后面还有空间。我家这边乡下地方嘛，就好处就是空地还是不少，来种一些东西，OK，好。